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收看琪琪的模组介绍。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模组呢，是菲林的非常新奇的。虽然版本在1.7点时，但是也经过好几次更新，成就了这个伟大模组。这模组呢，就是传说模组。这传说模组的作者呢，之前做过许多模组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几个。首先呢，就是包含的超级这个模组里面的系列的。超级英雄无限，这模组，应该算熟悉的。那么看一个哥吉拉，错，叮叮当米哥吉拉模组，这个、也是他做的。但今天时间有限，我就不给大家介绍哥吉拉模组。我今天先来看的是超级英雄无限这个系列里面的。现在5.0的版本是，还有那个在，没有超级英雄，应该提啊，还有删掉一些方法，还有课时，然后说到删掉电脑椅，错，但是他这边的电脑有作用，不在装饰品。叫这位先生给他买，各种家会用的东西哦。讲一次，这是蝙蝠力量，好，买召唤一点怪物来试试看。我们就招，球，我讲简单，我们叫是一名囚犯。囚犯呢，这名囚犯看起来非常普通啊，粗头啊，然后面吐丝发水的，我们就。飞镖来测试一下，就第35，你居然买掉一堆 bug， 但是我一个专业的，专业的超英雄，我不可能靠丢这些飞镖杀，我们会有一些辅助的小道具，比如说像那个，没有，我一直在想。这个作用呢，就是拥有这个核心，再加上这个爆炸气枪，上去，然后选择一下，就会攻击了。看来是我自己电脑很厉害的话，被攻击了。No。类似恐怖攻击用容器。好，我们进对，好，请你把讲完，我们来介绍点正事吧。首先呢，他会这边有一大堆的英雄的装备，然后有 DC， 上至超人，下至黑金雀斯。黑金丝雀，对，黑金丝雀，黑亚当，那个扎德，他英雄里面有，超人是对头，就是线，冰冻武器，错。这种冰是会融化，是超级土系。我们刚安了在，我看走步就不行。就他们再加一个，哦，超级土系，别鸡腿，非常废。那我们一拳呢？觉得一拳就够了，一拳。
感觉几乎可以杀掉一个囚犯。囚犯会掉一些东西，这样跑快。在旧版本的无限轮的模组里面，它会掉别的一些核子材料，有没有？好像不是，这是罪犯。那时候罪犯会掉。我们看到，这是瓦干达的村民，会卖一些瓦干达的东西。瓦干达是，什么卖最多的半桶金，半这个金属。我们刚刚已经用了几个了，超双失力，因为我比较会。然后，看到这边人，不用双失。然后现在看这个缺的技能，我刻意签英文的，这样他才会正常。再来，这是。动那个砸地，你需要在地上。这回复技能速度还蛮快。然后这个有一个是，因为是怎么讲？时间暂停之术。因为在有一个时间，那是子弹时间，有些游戏会有。看到一些人，他被特别标记出来，我都是，然后就不舒服，完了，没有。我想起。我要弄什么？哦，好吧，今天不小心按一按就按到这里了。跟大家来讲一下，这个游戏呢，我觉得还有一个 bug， 就是，我们来到这个尾方，它是先歪左。一百多，这边设计是一个太空站，只是那个模组没做好，然后就我刚演示完了超人眼，就直接拿渣子来出，那我们来个小丑，他说，他会这边有漫画。他的胸口上有一朵花，气这样，然后可以拿出他枪，看似这个枪没什么，没发射，就是手榴弹，拿出一个小刀。哦，这个、特别是每个角色几乎都有这个技能，翻滚，所以我拿来干嘛用？这是小丑毒气，现在基础来招一个人，陈独家，天气好。看来应该是烟雾效果。先买个闪电侠，是 Wally West。来可以增加速度。这样，我现在已经快到身上都会冒闪电了。
哇，十足不得了。那我们可以用我们超快手速呢，至少有进入出来。让我成全。因为我们可以震动，应该可以穿墙。我们至少可以用的，要还原的话可以穿墙。Here goes。好像频率太高了，怎样？震动频率太高。然后这个一样，三时间。啊，嗯，三十几，三十几，啊，智，长得像，智时间，智，手机高，这震动好像是。稍微震动啊，可以直接把人家心脏打碎。嗯，真的。哎，这叫老鸡啊，换干的士兵啊。手不用出来，看一下别人有没有。是我，用漫画版的，是我好。原始作用长跟逆神差不多，然后长又修养，但作用是冲击波。你要暂时连这部电视，像闪现这具有技能会不太一样。再换一下逆神，应该可以了。请召唤。打下去，哇、哦，这伤害。75，哦，是一次的强化攻击，实在怎么样？这样可以吗？等一下，看我的 quest， 看我，哦，看清楚，哦，是强化攻击，是。等一下，最一开始长那样，好坏、欸。这应该是不好做。隐形，隐形。应该是透过震动，就震动可以让外面大声，大家想要一切。知道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闪电小子。等于是黑人握力吧。还是说 Sonic Punch， 应该是音速攻音速拳，这是一副，走吧，虽然他在说音速拳，还是很快的，单位攻击，抱歉。哦、这边全部闪电侠，四刚克，我来点牛五十二，新五十二没做，好的吗？现在闪电侠漫画声音，这是大家看的，是没有开完，对吧、啊？我开啊。都显示，然后闪电侠大致都看完。那我们来看另一个很会放电的沙战，沙战还蛮有趣的。OK， 可以。哦，我们比一般的还要矮几公分。啊，这时候说我技能不一样，这就不能用。好吗？对不起，血战喊一下就会变身了。
还是奇怪故事的能力。哎，丢哎，先拿几个出来。出来，不然谁用啊？士兵啊，先用比较好的，就是先召唤神殿。一拳下去25滴，就是哦，范围增加召唤神殿，是闪电武器。变成范围器，闪电。然后它的冲刺嘛，大家如果看过的话都会知道，它冲刺有点像闪电侠。如果以刚那个情况，好，进会好，会更快一点，就闪电模式了。如果它真的改变。好，我可以最大的就是好，变个身还会杀人，变个身是真的是痛的，就可以解决掉这个变身。是，我说他变身我知道来干嘛，可能是还原吧，就体力还原。好，这些沙战的那些我觉得差不多。你超人好吗？超人就会变成像是达摩的造型的头发，基本上会跟那个一样，但大招都是根本不一样。我看一下，哦，所以刚其实强化普攻。然后为什么不一样？哦 ，Tail Spin Pitch 应该是像望远镜一般的视力，丢不掉。啊，好扯！来看 Green Arrow， 哦，这是它是模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它有点特别，就是它可以，有说他有一些不能用，他在开发，但是他说可以让付费金，可是金麦块不能这样盈利的，所以我知道。然后神与超人攻击有打打的那群吧。就是距离比较远，好像差不多哎、欸，多一个人感觉有在打人感觉，所以是会的。动作，动力不好，然后跳下来，好，我可以再拿剑出来。这个亚马逊剑很钝，都是盾牌。然后用圣石古玩的盾牌不怎么样，感觉都是还原而已。先听到这样，现在来。